九，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由负转正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缩小。前三季度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，同比名义增长3.9%，扣除价格因素，实际增长0.6%，年内首次转正。上半年为下降1.3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，名义增长2.8%，实际下降0.3%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，名义增长5.8%，实际增长1.6%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.67%，比上年同期缩小0.08%。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512元，同比名义增长3.2%。